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教我英文啊？马上，马上就开始。你一个小时前就说马上了，背影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啊？你看到的是背影，我看到的不是啊。不然你看到什么啊？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。耶，好恶。怎么样？你是不是也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灵魂？所以我是真的喜欢上齐家堡了。刚刻的眼影馆就找错了。我就没有找错啊！你自己算。那如果再算一次没有错怎么办？你就真的算错。再算一次。现在啊，再算一次啊。今天要针对我是不是？只是误会，好好讲就好。自己算。算了。吴大哥，新人站收银难免会有错啊，而且闭店会有报表，结账清楚比较重要吧。现在是营业时间，争执这些也没有用。反正如果有少钱，你就从他薪水扣，算是给他一个教训。而且你看，还有客人在拿着手机拍耶。现在酸民这么多，如果断章取义说你欺负新人怎么办？晚上姐要开说。刚刚真吓死我了，客人一结完账，他就冲出来骂人。我就是没有算错。有时候不要为了争一口气，时间会帮你找出真相的，而且很快。闭店结账让他难看。我知道你是在帮我了，不过没事了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。